双胞胎，最近他们 po 上一个他们的影片，然后是连87000个人按赞哦，连综艺天王吴宗宪都赞叹不已。真的假的？连宪哥都觉得他们很萌。是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他的影片，请看。猛吧，他们算是他们是很性感吧，辣，我觉得很辣，而且我的菜、欸，十年养成计划，就是你到底要干嘛、啊？我没办法等那么久哎、欸，他们被抓去关呐、啊，会被抓去关？他们成年了吗 ？Run Down 前他们成年了吗？欸、下次可不可以发他们来啊？发得到吗？发得到吗？发到他们来啊？他们 OK 哈，还不错。双胞胎。刚刚我刚刚看的时候，又有人在点歌了。点什么？因为其实照着 round down 走，下一首歌是你要唱，欸、但是尽量避免你太快唱。好，下一首歌有来宾，那个不是来宾。来宾，你是之前有做来宾哦？怎么抢的吗？我有在驻唱，红包抢。我有在就是工作驻唱。还来宾嘞？我不是，我有在工作驻唱，你们体谅我的工作， okay, 我会有点职业病。刚有了点那个什么谢和弦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大家在攻击我、欸，哎，是海产长得好。酸民快接，好算了，谢谢江伯忠，真的有朋友点歌啦，那个什么，他们很想要听谢和弦的《千辛万苦》，你们会不会唱？都听过吧？不然来一段好不好？好的，好吧。都没有歌。